现年24岁人气组合 Mirror 的成员吕爵安，靓仔又有才华，一向以乖乖仔形象示人，但近日就被大学时期的旧爱 Stephanie 指控偷食。事件起因是 Stephanie 在社交平台宣布被求婚，但有人留言认为 Eden 会替他开心，所以 tag 了 Eden， 点知就辣着了 Stephanie， 大爆对方曾经出轨。事件爆出之后，有人私信他闹他博上位，他就反击，又同网民展开骂战。有网民翻出他之前同 Eden 的分手 post， 见到他的留言似暗示 Eden 移情别恋。有网民发现他早已经 unfollow Eden 的社交平台，但对方依然有 follow 他。出轨一事在网上越闹越大，有不少自称是 Eden 大学同学的网民爆料，他不但只出轨，还喜欢撩女开房，更上载截图声称是 Eden 同他朋友的对话，见到言辞十分之露骨。但亦有网民质疑截图的真伪和 Stephanie 的说话是否属实。事后 Eden 亦在社交网发文回应事件，但就未有否认指控和交代对话截图的真伪。而 Stephanie 亦都有转载对方的 post， 又留言表示他们两个已经各自开始了新生活，不希望事件再被刻意提起。